原标题，身为嫡出公主，她品德不正，因不满自己的老公和亲叔叔偷情，还要杀掉父亲。古代非常的重视嫡庶，嫡出子女往往享受最好的待遇，男子是继承家产的首要人选，女子往往会高价陪嫁，也是庶女无法比拟的。好的资源都给了嫡女子女，相对来说嫡出子女应该非常的孝顺和尊敬父母的。但是历史上这位嫡出公主却做了弑父的行为，她就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嫡长女永兴公主萧玉瑶。萧玉瑶的父亲是南朝梁武帝萧衍，母亲为熹妃，外祖母为宋文帝刘义隆之女浔阳公主，这地位也够显贵的了。但是萧玉瑶从小就比较叛逆，做事张狂任性不说，也奢华贪婪，可以用一个词形容这位公主，那就是品行不端。萧玉瑶长大后，父亲为了改变她的性情，让她嫁给了自己好友的儿子殷君。殷君和萧玉瑶的性格恰恰相反，孝顺安静，生活简朴，非常的有才华。但是有一点不好，就是身体孱弱，身体孱弱的殷君自然满足不了萧玉瑶，萧玉瑶就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亲叔叔萧红。萧红长相俊美，但是也是一个花心大萝卜，据说姬妾和侍女共有千人，可以看出来萧红并不是真心爱萧玉瑶的。但是萧玉瑶却不可救药的爱上了自己的亲叔叔。萧红有野心，想要当皇帝，但是无奈不能接近皇帝，就想到了皇帝的女儿萧玉瑶，就和萧玉瑶谋划弑君。事成之后，萧红当皇帝，萧玉瑶就是皇后，但是两人的事情却暴露了。最为皇帝最亲近的两人，萧衍并没有杀他们，把萧玉瑶赶出皇宫，扬言此后不相见。萧玉瑶回去没有多久就生病了，不久就病故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